请如实视为不祥。王妃竟给本王留出如此大空档，倒比昨日进步许多啊。这一日我四肢酸痛，根本挪不动地方，还请王爷往书房休息。王妃是挪不动，还是不想挪？难道白日还未尽兴，夜晚故意撩拨本王不成？子时一过，自王府就是我当家，明日禁止早起，若是我被什么声音吵醒，不论是不是你发出的，都将重罚。并且我还没有起来，你也不能离床。王妃，明日也别光顾着偷懒睡觉，若是将进酒备不出来，后日换到本王当家，也势必不会轻饶。